是三二。我是江天明牧师，在这里恭祝大家2014年这个新年快乐，主恩有节啊，然后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四三二一，我是宋牧师，上帝主耶稣爱你。好，五四三二一，我是宋牧师，耶稣爱你。二一，我是罗仁宏，愿神祝福大家顺利平安。OK， 大家一定要有杂音。好，五四三二一，我是罗仁宏，祝福大家顺利平安。主恩永在，阿们。五四三二一，各位弟兄姐妹们以及属灵的长辈们，大家平安，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有神的祝福，在我们的生活生命当中都是祝福满满。五四三二一，各位属灵的长辈以及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我是千怡，祝福各位在新的一年当中有神的恩典慈爱以及祝福与大家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陪伴我们，祝大家祝福神的祝福满满，谢谢。我郑松林弟兄，今年2014年元旦向大家，新年快乐，新年快乐，耶稣爱你。嗯，好，北讲北讲。我是喜乐婆婆，新年家家蒙福，上帝赐福满满。啊，不是，年年有余，我讲着。唔要紧，哈哈，提到我诶。好好好，来，再来一次，这个不要了哈。好，五四三二。我是喜乐婆婆，新年家家蒙福，年年有余，上帝赐福满满。安尼好无？对吧？会使。安尼就会使吼。哦，对。这种亲切啊！啊啊，对对对，我你讲免笑，我就免笑。哎哎，笑笑这样亲切，来，过来看啊！五四三二一，我是喜乐婆婆，过新年家家蒙福，上帝祝福。赐福。啊，搁唔对，阿伯，搁袂记得。上帝赐福。好，再来。五四三二，我是喜乐婆婆，新年家家蒙福，年年有余，上帝赐福满满。哎，安尼好无？三二一，我是对话未？五四三二一，我是喜乐婆婆，新年家家蒙福，年年有余，上帝赐福给你。四三二一，我是喜乐婆婆，新年家家蒙福，年年有余，上帝赐福给你。啊，快乐哦，啊，喜乐哦，啊，搁喜乐吼，爱喜乐吧？要喜乐哦。五四三二一，我是喜乐婆婆，新年家家蒙福，年年有余，上帝赐福给你，喜乐。要喜乐哦。啊，你很帅哦。很帅。三二一，亲爱的弟兄姐妹，还有朋友们，大家新年快乐！我是边放美，台北基督徒聚会，耶稣爱你们，谢谢。嗨，大家身体健康，大家身体健康。要看这里，要看那边，重来，大家新年快乐，大家新年快乐。
恭喜发财，红光能能。快点，恭喜发财，祝大家身体健康。要、啊、看那里，像你照相一样。要跟爷爷奶奶这边拜年呢、啊，对不对？说各位爷爷奶奶，恭喜发财，身体健康，快点。各位爷爷奶奶，恭喜发财，新年快乐，红包拿来。他会不会讲？那你自己拿着。自己拿。好像唱歌一样。自己拿自己讲。哎，大家新年快乐。快点啊！麦克有没有开？啊，有有开。这个是你哟、哦，快点。看他这里哟、哦。对。好，快点讲。大家新年快乐，快点！大家新年快乐。忘记了。新年快乐。恭喜发财，红包拿来。快点啊！不讲就没机会了。麦克风要拿多久？这一篇叫羞涩篇。要演成那样也不容易耶。讲吗？快点看那里。灯光我要打灯了。啊，还可以，亮度还 OK。大家新年快乐。大家新年快乐，会不会讲？大家新年快乐。等一下有奖品哦，快点！大家新年快乐。你看这里，哎，恭喜发财！恭喜发财！红包拿来，看，红包拿来，比一比啊！红包拿来，快点！红包拿来。跟着他，跟着他，红包拿来，然后跟着他，手拿过来啊！红包拿来，快点的。红包拿来，再一次来，红包拿来。红包呢？有红包哦，过年有红包，对不对？加油，红包拿来，快点，把它讲完就 OK 了。红包拿来。对的 ，OK。来，朋友。亲爱的朋友，大家。5 4 3 2 1 OK。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新年快乐。旧历年即将到来，大家准备好了没有？耶稣爱你哦。欢迎来教会过新年，可以在这边围炉啊，在这边欢喜快乐。30秒到了。有没有麦克风有没有开？有些时候被按掉。哦，有。好，注意啦。5 4 3 2 1新年好啊、祝大家平安喜乐，耶稣爱你。我是谁？你那边讲。再来一次哦。好。啊，耶稣爱你，平安喜乐，然后新年快乐。我是温淑珍。倒过来比较好吧。大家好，我是温淑珍。新年到了。从头来，从头来，不要他们剪接，好累死我了。那我坐这里好了啦。坐着坐着。好玩哦。好。等一下哦。我是温淑珍，新年好，祝大家平安喜乐。耶稣爱你。耶。5 4 3 2 1 Hello everyone, 我是 Joey. Happy New Year, and remember that Jesus loves you. Okay.我是这一次《七只小羊》的导演，哎，说到这出戏要跟这群小朋友一起排练，有很多的困难，中间曾经有好几次想要放弃，要做这样决定，可是上帝告诉我说不可以，你一定要持续把它完成，因为这是为了要荣耀你。那我要特别介绍我的剧务陈家园，然后他一路的陪伴，一路的帮助，才让这出戏能够顺利的完成。那我们现在请家园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大家好。大家好，我是陈家园。然后虽然我没有演，但是我还是很开心。虽然我没有演，可是我很开心，可以做了很多道具。
我做了很多道具。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也要特别感谢家园，我们在做道具整个排练，我们连续好几个礼拜，从一点到三点，他都一直跟着我们，感谢主，然后让我们有这么可爱的孩子来完成这一出戏，因为没有他们是没有办法达成的。谢谢。大家好，我是杨妹妹。谢谢六。我是谁？我演的是杨妹妹的角色。杨妹妹的角色有什么？我是王宇，我演的是杨妹妹。杨妹妹要演忧郁的。哦，很像，演忧郁的感情。忧郁的感情。耶、yeah, 就好了。耶耶，我是杨阿拉，然后我的个性是好奇，然后活泼，然后又很爱照相。然后希望这出戏都能演得很好。好，谢谢，下一位。嗨，我的名字叫邱建峰，我也是杨叔叔，然后我很爱唱歌，然后我自己是以为是歌王耶、yeah. 好，对，没错，嗯。来，冲过来，比个耶吧，冲过来。开始，五、四、三、二、一。耶，嗨，大家好，我是演杨咪咪，我跟。眼睛看这里，重来。哦、oh,。怎么这样？你们都不看荧幕的。牙齿还是红的。对，他要那么可以哈，很漂亮。牙齿还是红的。哦，管他那么多、哦。好，管他那么多哈，准备了没？好了哈、哦，记得哈、哦，活泼一点，先动一动，然后再开始讲我叫什么名字，我演什么角色。来，五、四、三、二、一。嗨，大家好，我是杨咪咪，我跟杨发发是在这出戏。跑掉！哦，很黄嘞。重来，眼睛不能跑掉。啊对。五、四。三、二、一，重来。嗨，大家好，我是演杨咪咪，我跟杨发发是好在这出戏里面是好朋友。那个我的兴趣很像，很跟杨发发一样，很爱一打一唱。谢谢大家。对，眼睛不能不要。谁还没画？知道吧？随便你表现吧。哎，我觉得你不够。啊，麦克风啊。啊，你们。好，准备了，五、四、三、二、一。嗨，我是大野狼。哎呦，先排幕后啊，对着镜头自己做怪脸啊，对的很多。哎，你好。来来来，麦克风拿好一点。OK, 好。你要先摆个 pose。我现在很高大脸。哎，好，我是哎，对对对，会不会这样才看起来比较生动？来，五、四、三、二、一。我是大野狼，我在里面演的角色是想要吃小羊，可是一直吃不到小羊，然后用了很多的诡计想要抓小羊，可是还是抓不到。好，我是重来，转过去，五、四、三、二，五、四、三、二、一。大家好，大家好，我是陈佳瑜。在这个角色里面，我是演杨发发，是跟杨咪咪是姐妹花，然后我跟杨咪咪都是一直很好的好朋友，不管在哪里，我们两个几乎都在一起，所以大野狼很想要偷袭我们，可是都偷袭不到，大笨蛋，这个大笨蛋杨洋，嘿。耶、yeah, ，好了。你怎么知道是男的？快出声！我是邱少宇，我演的角色是杨兜兜，我很喜欢耍大哥，很喜欢耍大哥，所以就希望你可以兜兜看一下。我在这出戏演的是杨咪咪，我和杨发发是很好的好姐妹，在里面很喜欢黏在一起。谢谢大家。Hello， 我的名字叫崔萌萌，我是杨硕硕。
大家，我是很爱唱歌的，谢谢大家。OK 好。我不会说，我不会说。你演什么角色？你叫什么名字？我是杨惠妹，今天有什么大事啊？嗨，大家好，我是朱定文，我的角色是杨瑞瑞。就这样，下一位。好 ，OK。嘿，大家好，我是陈嘉元。来，你讲。他练习给你们看，你要向后转啊，摆 pose 过来。你要跨那个线。对，然后往前面两步，往前面两步，太近了。我讲完了，到前面两步的。好，你讲完路过你的到前面两步。来练习一下，向后转。嘿，大家好，我是陈嘉元。我虽然没有演，然后可是我做了很多事情，像是做完了以后我非常开心，然后演完这出戏了以后我觉得很开心，因为大家都可以用我做的道具来那个演戏。对，你们要谢谢大家。你们想做衣服吗？去找我，对不对？对不对？我想做衣服吗？就找我啦。 OK 好，前面两步向后转，向后转，还没有前面两步。对，两步，太少了，前面两步，对，再走前面一点，好，五、四、三、二、一，开。嗨，我是小蘑菇，我是来帮忙老师，而且我是小助手，我最。等一下，你眼睛都没看这里，你要讲我是谁，我演什么，转过去，重来 ，NG， 五、四、三、二、一，加油！耶！嗨，我是小蘑菇。我是棒棒老师，而且我还是小助手，而且我还是棒棒老师的第一个小助手。眼睛要看这里，充满 NG， 那声音大声一点，要兴奋，你要兴奋，你要兴奋啊！耶嗨！助理，不会对，看一二三，动，耶！嗨，我是小蘑菇，我是棒棒老师的。眼睛你又不看这里，重来。我看不下去了，因为我想蹲着痛了。嗨，我是小蘑菇，我是棒棒老师的小助手。眼睛又跑掉了，这里要看眼睛。